没进度了吧？这样子打完，他的血会自动回来，那么舒服的。这个不是，这边是石先锋。这边呢，五先锋吗？谢大哥，八九杨问天，古今谁不死？不妙，误了正事，去给三少解酒的来。定风庄的，好久，我找佛珠，我找久。有一个打坐点，看来这个地区是 safe 的。高腰嘞，这个树会挡路、挡人。玉垂呀，
回减少法术回存。擂鼓是刚刚打到的，还差一个。大概知道哪里有。这村过不去吗？我不能走吗？是这，再过去，回头路。再继续演。你的
山洞里弄清了缘。哎呀，石头成了金子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山洞，那边的山洞里弄清了原委。哎呀，石头成了金子，没看到石金呢、啊。没有时间。
懒觉。刚从这来吗？看起来是，诶，奇怪，我第一次走的时候怎么没有走这里？在这不这边而已，我以为全绕完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还真的少一个。可是为什么这个佛头会掉在这？也是一个神秘。值得探讨。那么就没事了，去了。
好，因为我们这里拿完了。过山吗？林外吗？我看一下。林外，因为我们拿到了那个什么飞龙鳞片，飞龙鳞片就可以去拿另外一个材料。那还要再打一只。全是朝河，无有英四毒失广之王，无有英诸四王，无有英慈悲颠倒，离异是长河，是木生如烟，不长雷电。西北儿歌，操他妈的，怎么会中？哇，真的是很可怜啊！素珍珠还没有。你是何人？来此一役。
奇怪，那个嘞，瀑布在哪里？没看到瀑布。我记得是有个。拿了你神变。四足尸管何故？吾有因，诸色往往何故？吾有因。慈悲颠倒何故？吾有因，凌云赤裳何故？道夫，木生无烟，不生雷电，击背而歌，真有自信。哇，日外桃源。这应该就是我漏的那一个。虚了。
死了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被电到是不是？我有被电到。哦，他那一罐会莫名其妙又放电，你根本抓不到。我想说集到三个，我还在看到有没有到三个。哦，也非常稀世珍宝。
玲珑内丹，龙珠第二颗，赤雷尾，博三炉蒸碗，那还要甲碗。看的就是恐怖而已，没有什就是这样。拿了你！别吧！咻！拉冰铁砂，冰铁砂去哪一个？引进葫芦后获得一定程度，引进哦，喝到碗，那别了吧。我看一下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应该是都有哇，真的哎。这只不知道什么，没成功，不利了。准时币，二长风三凹，这个有趣的洞，洞洞入，先吧。重点为什么我少两个什么铁？
哎，是我有了吧？我有六颗喽。这个要起来干嘛？对干哦。是帮我的。完全不用打就赢了。靠北没有飞机啊。大概知道，等一下回来就打飞机。靠北，我刚才过去帮他们打，然后一直被扣血。
红地。野食星，玲珑美丹。后运。本身时能够悟。出云棍。那这个呢？冰铁砂在哪找？炼金，怎么样都是这个比较好。觉得先玩到这吧，明天再继续啊。先这样吧，下周看了，拜。